朋友们，你们好，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展示的是峨眉拍打功。俗话说，打拳不练功，到老一场空。打拳不装筒子，必定是个空子。同志们在运动中经常看到我们的散手运动员在击打的过程中，在对抗的过程中经常有受伤的现象。我想，如果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在练散打之前能够练练这个拍打功，增强我们人体的抗击能力，那么你在练散手的时候受伤的机会就会减小到最小程度。我们这套拍打功包括小金丹和装筒丹两个部分。我们在这套功法中采用的呼吸方法主要叫做醒气法，醒气法又也叫实战呼吸法。特别是我们运动员在激烈运动中，经常我们看到的是气喘吁吁，呼吸表浅。这个时候虽然它呼吸的频率很高，但是呢，实际上人体它那个腹腔中间的废气并没有排出来，它的呼吸仅限于上呼吸道，所以感觉是呼吸表浅、急促、供氧不足。我们这套小金丹醒气法你练了以后，那么可以运用腹腔的压力，把腹腔内的废气通过醒气让它排出来。因为人体的胸腹腔跟外界的大气压相对而言是成一个负压，那么只要你把废气排出来，大气压自然会将新鲜空气排入你的体内，这样人体就可以在激烈的运动中保持顺畅的气体交换，从而使人能够在激烈的运动中保持充沛的体力。另外，由于腹腔的紧张，身体的各部它的抗击能力也相应的得以提高。下面我把小金丹为大家演练一遍。首先站成弓步，两手轻轻的由下向上画，
小金丹这一片就演练到此结束。我们的小金丹它的主要的方法是运用刚才我们讲的醒气法。那么它的口诀是什么呢？口诀就是慢十八，快十八，不紧不慢再十八。也就是说每一个动作左右过做十八次，慢的十八次，快的十八次，不紧不慢再做十八次。具体的要领我给大家讲解一遍。弓步站好以后，两手掌心向前握拳，拳把它握紧，然后由身体的体后侧向前滑动，当头两手到头上，两手背感到拉紧的时候，全身突然紧张，猛烈的向外醒气，醒完以后再把手放回来，两手心向前旋转，向下向后滑动，滑动到手背的后支点，感到手背绷紧以后，全身紧张，肌肉紧张，腹腔用劲收腹，然后把气息猛烈的从鼻腔内呼出，每一次运动的时候由慢到快，就是慢的十八次，一定要轻松的运到了上最上点，突然爆发用劲，腹腔压力增大，腹部后收，把气息通过胸腔鼻腔使气息猛然的呼出，那么这个时候大气压自然会把新鲜空气压入你的体内。记住口诀：慢十八，快十八，不紧不慢再十八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朋友们可能会因为不习惯，鼻腔它没有经受这种气息的冲击，可能会有一点发炎的情况，但是这个时候不要紧，只要你坚持，基本上半个月到一个月以后，你的呼吸它就会自然了，也不会把鼻气醒出来了。那么这做完这套功以后，大家刚才也看到了，那么我们鱼面搓手，搓手的时候手心按着另一只手从上往下，然后背按摩的手转过手心，再由下往上捋四到八遍，两手一样，两腿由下后边往上，前边往下，后边往上，小金丹练完以后的拍打是轻度拍打，我们在装桶丹练完以后，它拍打就是重度的拍打。刚开始的时候主要是练腹部小腹这一块，两手先轻轻的拍打，这个时候没有加醒气的动作，两手习惯了以后，拍打自己感觉不到疼痛的时候，然后逐步往心窝这个斗口这一段移动，胸部移动，后背拍打，
两腿拍打，两背拍打，肩部拍打，两肋拍打，练完我们小金丹以后，一般一个月以后，那么你再练装桶丹，练了以后装桶丹你可以使劲的拍打，在使劲拍打的过程中一定就要加醒气的动作了。那么自身拍打练好了以后，就可以同伴之间进行对练，对着拍打，用拳先拍打，然后再用腿进行拍打。好，小金丹我再给大家演练一遍完整的。18次，我现在只做了10次，记住18次，慢的18次，快的也是18次。两边一样。不紧不慢，再18，我做8次。好，小金丹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现在我把伏背功的基本动作给大家演练一次。现在我把伏背功的要领给大家讲解一次。第一个动作，首先把自己的右脚轻轻的向右面跨一步，两手慢慢的捧在腹部，感觉气体从自己的头顶
向下灌，到自己的肚脐眼儿，就是脐下三寸的地方，把它守住，慢慢的向内收自己的肚皮，慢慢的放开，收，放，收，放，意识内守，守住自己的丹田穴。5到8次，然后慢慢的用后天之气，慢慢的用思字诀，思的这个字音，自己想的这个字音，从自己的牙缝中，就是上牙牙缝中，慢慢的吸气，两手同时交叉往上托，整个胸部感到吸满了以后，然后收肛，把气托住，两掌翻成手心向上，向上顶，顶到头的时候，轻轻的把气吸出来，左右摇动身体4次，然后双脚收脚，双手往下收，正脚，左脚迈出一步，向下挂，换成右弓步，右掌由腰间发出向前冲掌，同时醒气，交换3次，然后左掌向下插，身体向下俯，右掌同时收回，8次，然后右掌离掌进城碗底，两手卷曲翻成手心向上，胸背紧张，呼气，上部两拳置于自己腹间，迈步再成左弓步，两手翻出全心向内，掩饰全心，呼吸的时候，呼气的时候，胸背紧张，感觉像对方用棒挤我的胸腹背，特别是背部，这个时候感觉我神他一次，然后呼气一次，做完以后转身，右手挑割，左掌插出，3次，右掌下插，8次，左掌下坐，腕成
进城碗底，擒手、翻手，拳心向内掩饰拳心，胸背用劲，腹背感觉是受劲的时候，每运动一次，呼吸一次。双拳置于腹下侧，正左脚，右脚迈出，再撑右弓步。双拳翻成拳心向内，胸背用劲，这个动作可以反复做一次。我再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。腹背功演练完毕，现在我把装桶丹的腰裂功给大家演练一次。
现在我把妖孽功的要领给大家讲解一次。首先，全身放松，右脚轻轻地抬起，向右迈出一步，脚尖内口，两手在体前环抱，大气的气体想着它从头顶白会穴向下压，顺着自己的鼻梁中间、喉头、胸部往下压，到自己的腹部凸起眼儿那个位置，就记下三寸丹田穴，守住，两手感觉好像把这气拖住，内收外放，然后就意识守住它，跟着它收放，5到8次，慢慢的吸入后天之气，大气的气体，从牙齿缝里边往内吸。吸的时候发狮子音，不满以后收缸，把气拖住，翻掌向上，醒气，眼睛从指缝中看着天，左右醒气，一共8次，左右各4次。正脚两手下压腹耳，左脚迈出挂掌，右拳变掌，重心右移变成右弓步，下腰，掌接住地面，重心左移，转背下长，感觉自己的腰力紧张，腰力紧张守住以后，右手变拳，重心右移，同时手翻拳，拳心向上，以腰带拳向右运动醒气，8次，然后左掌向前插出，重心左移成左弓步，身体下俯，左掌插接触地面，重心右移翻掌下插，使自己的腰颞部感到紧张，左拳握拳翻腕，拳心向上，重心左移，以腰带背旋转醒气，8次。右手向左插，同时右脚上前迈步，呈弓步
乘马步开弓，开弓的时候练虚自觉，开弓完右脚再上前踏住，两手下压，双拳向左，以腰带臂，左脚上步，右脚迈住，呈马步，左开弓，左脚盖步，双手下压，右脚踏实了，然后重心右移，以腰带臂，4到8次，左拳变掌向前蹬出，手掌以小指领先抓，空抓一次，重心转回撑左弓步，两手在腹前交叉，带动腰部向右行，行气4次，右拳蹬掌抓手转腰，收腿先扣右脚再摆左脚，扣左脚摆右脚，再来一次，收工。我把完整动作再给大家演练一次。
腰内功演练完毕，现在我把装桶丹的头背功给大家演练一遍。下面我把头背功的基本动作给大家讲解一遍。右脚轻轻迈出，脚尖内扣，与肩同宽，全身放松，顶头收合，吻唇合齿，让大气从自己的头顶白会穴往下灌，这意识引导它慢慢的降到腹部，两手上捧接住气，收腹，一手丹田随着气息的鼓荡，意识跟着腹部肚脐眼那个位置收放，
感觉意识集中以后，两手往上捧气，用嘴慢慢用练狮子诀向内吸气，布满胸部三中玉堂穴以后，收肛把气拖住，两掌上翻，练虚字诀，把气慢慢吐出。两手观天，从指缝中左右摇晃，把腰背放松。两手下拍分掌，左手外擎，左脚外摆，右脚扣步，左手劈手下展，重心由左向右，右左掌从右手腕中穿出，身体重心左转，右掌放下扶腰，重心右转，双握拳用拳面塞住自己耳部，重心再左转，转体的时候每一个动作醒气一次，左手放下扶腰，重心右转成右弓步，用掌心对着自己面部，头和项紧张，每运动一次呼气一次，运用的是醒气法。醒完以后，重心右转，右脚尖外摆上步，左手外翻擒住对方，右手下劈，右掌斜拦，左掌从右腕中穿出，重心下降，右掌画圈，双肘耳，重心左转，左掌放下，请气，转身，左手下拦，右手劈掌，斜拉，左掌从右手中弯中穿出，右掌扶腰，皱耳，重心再左转，重心左移，左手踩碗，右手下劈，左拦，右掌从左手腕中穿出，俯身，双肘耳，重心右移，
右手放下，回环，掌心对着自己面部，请气。左脚尖外摆，后背，后腿下展，左手外劈，右掌由左腕中穿出，俯腰，双周耳。掌心对面部，右掌蹬出，琴手转体，头部向右侧转头醒气。重心右转，同时左掌蹬出，头部先左后右醒气，两手双豆子，头部侧倒醒气，后倒醒气，右侧倒醒气，前下埋醒气，收拾。现在我把头背功完整的为大家演练一次。
朋友们，我们这套拍打功的基本动作全部结束，请大家记住，练完这套功法以后一定要进行自我的拍打，这种拍打是由轻而重，先把小金丹的拍打练熟了以后，自己感觉承受这种压力和撞击力没问题以后，练完了装桶丹要进行加重的拍打。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遍，从腹部开始，胸部，两肋，自己的拍打能够承受了以后，可以朋友间、师兄弟之间用手先进行拍打，最后再用腿踹击。这个过程练完以后，我相信你的抗击能力就已经大大的提高了。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